那个外面有不是马来模形状的马来模饼干，出去就知道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咖啡包，反正你们大家自己出去研究，如果有需要的话。好，先交代下星期，下星期上课，母亲节当天，然后有进度哦，你们是四季五段考啊，但是段考完有进度是225页到246页。待会会有一些时间让你们在上课的时候直接看书，不然因为你们一定不可能段考前看啊，然后段考完又要庆祝母亲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我们会让进度缩短一点点，但是就会让你们上课看。好，然后下周请带剪刀、双面胶，双面胶只要一组一卷就好。剪刀就是看你们，因为每个人应该都会用到，但你们可以轮流用，有就尽量带。然后第二组，今天开班到了，有一些，然后下礼拜是第三组，下一张是就那个，哎对，好，书收起来吧。好，我觉得今天题目有一点点，啊，算了，反正我们直接看好。好，第一个，本次进度出现了非欧式空间的几何，请问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第二个，本次进度里出现许多数学家，他们都在为第五公社努力，请问他们到底在努力什么？
因为这两个题目都蛮大的。重点是你们要告诉我他们到底做了，他们到底
底努力想要做哪些事，有不同的方向。比如说，
我看一下哦，小办法那个好像还好，反正法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找一个跟第五公社等价的意思吗？就同样的意思哦，不同说法，同样的意思不同说法，这是一个比较那个这叫什么？这是一个比较简略的说明，说的更精确一点是，你们记得上次那个毕氏定理跟相似定理吗？它并不是同一件事情，但是它这可以互推，我们会说这个东西是等价，这可以推过去，这可以推过去，就只要这是对，这就是对，这是对，这就是对，就是那个什么生，这叫什么共生死，生死与共，我忘了那个词了，就是一起要死一起死的那个，那两个东西就会叫做等价。好，来先帮柔瑜他们鼓掌，大家超好。全部讲完，帮我们加五分。然后我们要讲的是有一个叫基洛什的，基洛他用反，就是想要用反证法，然后就是那个长方形，他就推出来 ，C 角 C 跟角不会一样嘛，然后他可能会有，可能都是钝角，都是钝角或都是直角，然后他想要从钝角假设跟锐角假设推出矛盾，这样就可以证明。
我反正都没有成功，这是第一个方向。或者是像刚刚大家说，就是他觉得他用这些东西好不容易推出第五公社，其实他都默默的用到一些不再可以用的范围内的前提推出这个东西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说的，就是他们想要反证，因为一种是你直接证明，一种是你假设它是错的，然后如果可以找到矛盾，其实你也还是证明的，所以他们就试着找矛盾，但是结果就是都找不到矛盾，不然就是其实没有矛盾，就说啊有矛盾啦、啊、这样。可能如果有看应该有看到，明明就没有，但他就说这就是很怪，所以矛盾这样。大部分就是这两种情况。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这题比较困难，就是需要大家想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急，有时间，但你们要想一下，你们可以想到哪些？好，这种讨论这件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的方式，叫做公理化系统，就是你会有一个起点，就是选好你的公设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从这些东西推导出去，这叫做公理化系统。那所以起点怎么选择很重要。那我的问题就是，那你们觉得可以成为起点的条件是什么？要好好的讨论一下，要想，然后写在白板上。讲过的也可以写，但还有别的。美国宪法就是参考的。
就为什么你是选这个不选那个，这是原来问题的意思。然后再来是你选这个公车，你总是希望，算了，我就提示到这好了。对，你加油，大概在一分钟，然后就可以决定谁要报告了。然后就是最根本，然后没有办法被推论出来。然后
则性就是简单明了，就是只有一条条的。哦，固定性就是。下礼拜是读到，下礼拜是225到246。